在一个新加坡已经找不到的一个港风，所以蛮有意思的。今天呢，你看这位漂亮的女生，本来是那么可爱，就被打成这个样子。哦，她这个都是真的伤，好可怜。所以我今天想就是问一下了，哦，乐乐小姐，你今天打得这么遍体鳞伤，有什么感觉？嗯，就觉得来马来西亚真的是收获良多。对，他的收获很多，还有很多那些纪念品带回家，所以我今天想问的话，其实要想问很久了，你跟木合作，木合作感觉怎么样？嗯，就觉得看清你这个人，就是会抽烟喝酒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主妇，然后很贤惠，会做家事，很细心体贴，绝对没有抽烟喝酒。啊，我其实他讲的东西都是对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现在就是你身边嘛都有四个男人，对，就是我薇啊，我啊，张凡啊，还有马文轩，所以在当中呢，你觉得谁最能喝酒？谁最？那当然是我老爸国辉啦。刚才我的女儿四个男人，在他眼里，他觉得谁最能喝酒？他说谁？你有什么感想？可以来一瓶吗？对，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真的是对彼此的了解都多了很多，所以我发现我原来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然后他是再来一瓶吧。对，三零二。